Hello, I'm Zhang Kai. This is an excerpt from Pao Jing Bao, written by Wang Cengqi. Jing Bao 有三种，预行警报大概是表示日本飞机已经起飞，拉空袭警报大概是表示日本飞机进入云南省境了，但是进云南省不一定到昆明来。等到汽笛拉了紧急警报，连续短音，这才可以肯定是朝昆明来的。空袭警报到紧急警报之间，有时要间隔很长时间，所以到了这里的人都不忙下沟，沟里没有太阳，而且过早的像云冈石佛似的坐在洞里也很无聊，大都先在沟上看书闲聊，打桥牌。很多人听到紧急警报还不动，因为紧急警报后日本飞机也不定准来，常常是折飞到别处去了，要一直等到看见飞机的影子了，这才一咕噜站起来下沟进洞。联大的学生以及住在昆明的人对跑警报太有经验了，从来不仓皇失措。上举的那一副对联或许是一种泛泛的感慨，但也是有现实意义的。跑警报是谈恋爱的机会，联大同学跑警报时成双作对的很多，空袭警报一响，男的就在新校舍的路边等着，有时还提着一袋点心吃食，宝梨珠、花生米，他等的女同学来了，嗨，于是欣然并肩走出新校舍的后门。跑警报说不上是同生死共患难，但隐隐约约有那么一点危险感，和看电影六翠湖时不同。这一点危险感使双方的关系更加亲密了，女同学乐于有人伺候，男同学也正好殷勤照顾，表现一点骑士风度。正如孙悟空在高老庄所说，一来一的眼好，二来又照顾了郎中，这是凑四合六的买卖。从这点来说，跑警报是颇为罗曼蒂克的。有恋爱就有三角，有失恋，跑警报的对儿并非总是固定的，有时一方被另一方甩了，两人吹了，对儿就要重新组合。写那副对联的大概就是一位被甩的男同学，不过也不一定。警报时间有时很长，长达两三个小时，也很腻歪。紧急警报后，日本飞机轰炸已毕，人们就轻松下来。不一会儿，解除警报响了，汽笛拉长音，大家就起身拍拍尘土，络绎不绝地返回室里。也有时不等解除警报，很多人就往回走，天上起了乌云，要下雨了，一下雨日本飞机就不会来，在野地里被雨淋湿可不是事儿。一有雨，我们有一位同学一定是一马当先往回奔，就是前面所说那位报告预行警报的姓侯的。他奔回新校舍，到各个宿舍搜罗了很多雨伞，放在新校舍的后门外，见有女同学来就递过一把，他怕这些女同学挨淋。这位侯同学长得五大三粗，却有一副贾宝玉的心肠，大概是上了吴语僧先生的《红楼梦》的课受了影响。侯兄送伞已成定例，警报下雨一次不落，名闻全校，贵在有恒。这些伞等雨住后，他还会到南院女生宿舍去敛回来，再归还原主的。